据台媒体报道，正在泰国曼谷的小天后蔡依林23日下午在微博上传一张照片，照片中正在大吃美食的她手上拿了一个盒子，盒子里面装了一个大型肚粒以及两个小扇贝以及海星，并且留言在曼谷吃的创意印度料理不思议牛逼。不过原意应该是赞叹美食非常厉害的蔡依林，也遭到网友吐槽牛逼是脏话。美媒娱乐资讯为您整理报道。